国都江宜市有超过6000栋的木造老厝，伫咧江宜市政府、学术界、民间的共同联手之下，或者的木造古早厝重现美丽的外貌，徛立伫咧江宜市的街头巷尾。唔呐是传承木造文化，更带动商机，打造着城市新景观。今年都江宜市政府特别规划113年旧屋里艺术创新提案竞赛，对进入去到8月15日公开竞争，希望得入上新的设计概念，新式的木格钢款含材料，让全国都会当关注家己木刀。旧屋里艺术创新提案竞赛，设有学生组、社会组、学生组，邀请到全国高中级、大专院校建筑相关科系的同学报名参加。社会组目标是邀请到建筑师含建筑相关行业。大义木造的古早厝修理的证书，各组拢设有创新设计奖和生活设计奖两个首奖。学生组的首奖上悬奖金新台币20万，社会组上悬的奖金30万。竞赛采取初审和复审两个阶段进行。参赛的人需要以文化局所提供家己之古早厝作为主题来设计，提供空间、平面图等等的资料。等待评审了后，会选择优秀作品进入复审。入围复审需要伫咧9月7日到30日做出模型，准备干部预计伫咧今年的10月7日办理复审评选，选出优秀的作品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秀全、江义奇、蔡宏报道。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，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，与嘉义市6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，整合性健康筛检启程完成健康检查，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，执行手握力量测，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。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，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礼券奖励。握力达人就是你，欢迎来挑战。预防肌少症，降低跌倒风险，提早检测，提早预防。如有以下现象，就疑似肌少症，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。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